山东威海乳山这个市场上面，在这边吃个早餐吧。在这里吃一个吧。嗯。这个怎么卖的？这都是甜的吗？10块钱的哈，10块钱的。哪一个是光吃的？这是9块4了，9块4。热的吗？热都是热的，那10块钱的。给我要2块钱这个，要一个鸡蛋。嗯，好，在这吃。我刚才那到了，钱付了啊。啊，好，知道。嗯。都是热的。再搞点咸菜。这个小米粥是多少钱一碗呢？2块。2块啊。这个2块钱一碗，这个小米汤，然后要了2块钱的饼，那就4块。我总共是付了个6块吧，就是那个鸡蛋是2块，6块钱一餐。我的脚。这个脚是10条线的啊，对，脚，我的脚呢是线，5个脚啊，什么？这个10块，不看不看那个，这个呢？这个30。啊，刚才在这上面吃个早餐。然后那海鲜里面很多，确实是便宜，就是我们普通的那种海鲜确实是便宜。这个吃了一股山的野菊花、野槐花那个花粉味，不像那个水果味，啥味道没有。你老人感冒，小孩咳嗽，喝个2-3次就好。没吃过不懂。天亮了，给我提点干果。这个你咋吃的？这个有还是这个喜欢？这个纯的，这是当今年的。今年的，现在都是小孩对，十点。好嘞。这个他们都买12。这个房价这边的，到时候以后有机会了，再给大家去看看，看看这边的房价怎么样。你说人少吧，这边人也不少啊，山东威海乳山，集市上的人也是人来人往，很繁华。下次吃直接15分钟拿出去，花了1年都不用问。有的人，你这个泡完了，你做完泡完了以后，你要再去。姐姐准备，又大又肥，食指南。哇哦！下肺。本地的珍珠贝又大又肥，10元5斤。特大苹果，这个什么梨？啊，这个尝试一下，没见过这种梨呢。你先去放一放，先摘吃，完了真有甜味，它脆。你要吃脆了，你放一放面软了。要放多长时间？你自己看着啊。3-4天。自己看着，看着皮一捞是软了，不吃，干吃。这不会放坏吧？放不坏。4斤是吧？啊。又是个圈套。这个。这哪里产的这个？这是烟台。这我看，好像要坏一样的感觉。
不是，它是瘦，就这样品种。哦。它是瘦，越瘦越甜，它就是个外味长的。是吗？嗯。苹果。行行，可以了。瘦越甜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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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大的不要，因为。不好。嗯，大的不好。5.7块，这个是4斤啊？啊，4斤。这个能放多长时间啊？20天没事。20天没事。嗯。这都几零的？啊，几零？这都是90。这是社畜是吧？这是红将军，这不是社畜，这是红将军。完了，这是七。红将军好吃不好吃？这种？好吃，好吃，可好吃。比你这个好吃。我少买一点吧。比你这个好吃多了，你看你尝尝就知道了。这水果，你这个是起令的甜的，哎，它小，看到了就想买一点，买一点。吃这买大的，吃苹果的吃大的，吃大的啊，吃大的买大的。它肺还好。哦，这个大，这个有点坏了。没事，没事，它一锁到一锁的时候好吃了。好了，就这吧。12.4块啊！我打开你尝尝。啊，不用不用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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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买的够真蜜啊！不，真蜜。今天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今天我能放一放啊。我提不动。走了啊！这完蛋了，看到什么品那个好的东西都想买，买一点，一个少买一点，一个少买一点就不少了。我车上还有从山东淄博买的秋月梨，还有猕猴桃，还有经过那个莱阳的时候买的莱阳梨，哎呀，都是水果。